欢迎收看购车趣，我是 Rick。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又来试车了。不过今天的单元比较特别一点哦，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职人驾到的单元。今天试驾的车款呢是全新世代的马自达三。那大家都知道，全新世代马自达三推出之后呢，也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响哦，就是说大家会讨论它全新世代的一个设计，然后整体的质感哦都非常的到位。而且把混动美学呢又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好，今天的职人驾到呢，我们也非常开心的哦，邀请到了兆麟设计的 Kimi 总监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全新世代的马自达三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呢？好，那我们请 Kimi 总监来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是兆麟室内设计的设计师 Kimi 啊，我同时也是马自达三的车主。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10年左右了。那我们公司在青埔，在桃园高铁站附近，在台中也有设点。我们公司擅长的风格是以新古典为主。不过像我自己一样，我也很喜欢挑战设计，所以并不是说只擅长新古典的区块而已。其实我们每个领域都有不断的在精进跟加强，那也希望能够挑战不同案子的类型。对，那我们是希望把好的设计推广到全台湾。Kimi， 我想问一下哈，其实应该说这一世代的全新世代的马三在推出之后，我记得它的概念车是在日内瓦车展发表的。是，上一世代的马三其实也让全球的车迷其实已经非常的惊艳，也对于混动美学这已经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认知了。是的，那全新世代的马三一推出来，那大家会觉得说，它的一个设计确实是将混动美学再跳脱到另外一个层次。对，那以设计人的角度而言，你认为什么样是一个好的设计？以我设计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好的设计一定是要能够去顾及到客户的感受。对对，然后设计一定要深入每一个客户的心里面，他是真正的使用者，对，才能够把最好的设计带给客户这样子。是，了解。那我们现在看到全新世代的马三啊，网络上确实也有蛮多的网友戏称它是百万马三。对。那你觉得设计这个东西是应该用数字或者去价格去量化它的吗？这样子说好了，我们从事室内设计行业这么久啊，我一直觉得说设计其实是不该被量化的。对，不论是在马三的讨论上，或者是我们从事设计领域来讲，对，因为其实这个设计是很直观的。如果说没有切入一个点去了解客户的想法的话，不是很好的设计。那今天你是一个马三的车主来讲，你觉得你看到新世代马自达三它的一个崭新的面貌，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感受？感受其实非常的强烈。对，那当然我知道马自达它这个车型，因为我也是马自达的车主，对，在其实同级的车款里面，我已经觉得它的造型是非常的有设计感，然后也前卫，然后跟很多车型比起来的话，那这次看到最新的马自达来讲，我觉得是更加分，加分更多。那也许我之前因为我是马自达三的车主，所以我会上网查一些资料，说现在2019的车款长什么样子。对，我想继续去追踪。那在图片上照片上，我觉得可能像是部分的造型已经很吸引我了。那没想到来现场看，我觉得更惊艳，更惊艳。对不 对， 对，你买马自达三的时候，它的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吸引你？因为我其实不是太了解车子的性能，我那时候买车我也在学习，但是我是先从外观带挑车。那时候我看到很多，包含它的车头，然后它的车侧的造型，对，甚至到五门那个尾巴收进去流线的质感，我觉得是很多同级车没有办法吸引我的。但那时候我就去锁定马三，然后才去了解它的性能到底还有哪边是优越性。不过我从外观来看，它不论是流线或是力度、造型的设计感都是非常的满，都蛮强烈的，对，对，都蛮强烈的，那个视觉冲击。因为不愧是设计人，因为设计人的角度，它确实在视觉或美学上面的会有一个自己一个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那当初的马三就已经打中你的这一个点。对对。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来看看车侧的部分。其实线条刚刚 Kimi 有提到说，其实车侧的线条还有整个车子外观的设计是它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马三的其他部分。好，刚刚 Kimi 呢已经帮我们把设计的所谓的概念还有诠释呢都已经非常的详尽。那我相信大家对于设计这种东西是不能够被
量化或者是用价格来定义它，应该会有一些想法了。嗯，像我啊，本身就是开最久是掀背车，还有双门车，双门车款，因为我一直很喜欢那种流线的线条，对，还有运动的那种感受。但近十年来哦，其实掀背车跟双门车的一个设计，其实就是走向所谓运动化，然后动感的一种氛围。其实这是时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设计嘛。那像 Kimi 来讲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是喜欢掀背车？对，其实我对掀背车的使用考量倒没有这么的重要，我真的是比较在意它整体的流线跟外观给我的感受。对，那因为掀背车是我在看很多车型里面，它的流线的整体的感觉是最好的，从车头一直收到车侧，然后再从车侧整个收到尾巴去。那我觉得这样的整体流线，我觉得在掀背里面是表现的比较优秀。那以你设计人的角度，你来看，因为这次的马三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四门版跟五门版，对，那这两个你还是比较偏向？我还是比较偏向掀背五门的版本。五门的版本，对，因为真的五门的流线的表现会比较好。对，那尤其是现在看到这一台新的马三，今年新的马三，它的整体的流线的包覆度，那个整个车后车尾巴的圆润的感觉，圆滑的流线的感觉，那个是比之前的更强烈，就很像我们在外面看到的跑车是一样的。对，因为跑车尾巴也都收的流线嘛。对，那它这次做得很好。其实讲到车尾啊，我这个职业病又来了哈。其实我看车子，其实我很喜欢看它的头灯或者是尾灯。是，比如说我想在开车的时候，我可能会利用它车子的尾灯，然后去猜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型。对。而这次呢，其实 Mazda 3呢，它已经把所谓的 LED 的灯具呢，都导入到新世代的车型之上。所以其实双光圈的这种车尾的这个灯组的一个设计，除了它辨识度更高之外，对，它其实灯组其实它是立体的设计，是，所以它会让后方来车对于前方的车辆，它的辨识效果是更好的，当然也会更加的安全。是，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差不多在外观都已经看了一轮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内装的部分。其实内装我会很值得推荐的是，它这次 Mazda 3在细节的质感部分提升了非常多。是。哇，一坐进来车内啊，我们赶快请上世代的马三车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受怎么样。哦，一进来跟原本的马三差非常非常的多，里面的惊艳程度不亚于外面的，甚至更多，因为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嗯 哼，当然我刚一坐下来，整个座椅就沉下去了。对，它的包覆感我觉得比上一个版本好很多，好很多。对，然后再加上它的皮革的设计，整个座椅皮革的设计会更有赛车椅的感觉。哦，赛车椅的感觉，整个背的支撑度啊，包含它这个椅子的流线的感觉，我都觉得比以往来的更好，更好。对，那我实际坐起来感受也非常的优秀。其实刚刚 Kimi 讲的没有错哦，在这次呢，新世代的 Mazda 3呢，它其实在那个座椅的部分呢，当初在开发设计的时候啊，它就有一场的工程团队，就特别针对人体工学，还有座椅的一些角度，甚至支撑面呢，部分去做一个设计跟进化就对了。他也考虑到比如说我们乘坐人的一个坐姿，他可能会帮助到你的坐姿可以更好更正确。对，加上连脊椎的角度，哦，连脊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角度，他也帮你考量到。所以第一个，你长途行驶起来，你第一个你坐起来可能会觉得舒服，也不容易疲累。是，那加上你的坐姿正确之后呢，你整个驾驭感受呢更能够达到人马一体的感觉。哦，原来，对，其实是这个样子的。那其实，在内装方面，其实还可以跟 Kimi 分享一下说，这次的内装细节啊，其实真的进步了很多。其实刚刚 Kimi 大概有聊到，你可以帮我们感受一下说，身为上一世代的车主，你觉得它的质感方面或者是细节方面，它大概是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OK， 一进来我自己很明显的先看到我左手边这个区域啊，因为一般像我之前开的那个马自达，它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啊，这样子讲比较平面一些。那可是它这次连旁边的这个饰板，然后包含皮革的层次，包含皮革的车缝线，对，我想都是刻意设计出来这种流线的质感，没错。然后又加上设计师，这个车子的设计师想要表达化繁为简的设计概念，没错。所以有很多东西虽然简化，但是我很直觉的可以感受到
它反而用得更精致，更精致。对，包含像是喇叭啊，然后或者是整个把手的金属的质感，还有皮革的质感，这样的层次搭起来，在之前的版本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所以光我左手边这个就差异非常的多，真的哈、哦。细节的部分啊，其实我可以跟 Kimmy 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试驾的时候啊，原厂特别提到说，他们这次对于触觉还有感觉上面细节，他们讲究真的是非常讲究。怎么说呢？连方向灯的拨杆，它那个声音都有设计过的，不然 Kimmy 帮我拨拨看，变得非常有质感，声音就很沉稳。对，一般我们方向灯拨起来不就是那种声音吗？嗲嗲嗲，非常大声。对你，我进来的时候，你在开的时候，你拨一下，真的，对，有质感很多，有质感很多，对不 对？这个就是他们进化的一些小细节，甚至连一些旋钮它的一个力道的回馈，按键的力道的回馈，还有按钮它还有一个金属的边框，这个都是升级的一个细节。对，这个也是跟上一个版本我觉得差蛮多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在我使用我的车子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旋钮那些都比较大颗，对。那当然也不是说不精致，只是说跟这个新的马三比起来，它光是音响的操控的旋钮或者是一些按键，它也不是做平面的，对，而它还故意做一些层次，然后一些斜角，让整个我们看过去的这个面，它会看起来更有层次感跟立体度，那这样科技感跟细致度，我觉得都有达到，都有达到，对不对？我觉得车里外里内都是很好的设计，很好的设计，对不对？真的是这样。而且这次我们试驾的车型呢，是 BOSS 的旗舰款，是。其实这次的 BOSS 音响呢，它确实是在位置有经过重新的设计之外呢，它的音质经过这样的重新设计之后呢，让声音可以更透彻，环绕效果可以更好。其实 Kimmy 现在可以帮我们试试看。对，其实差异蛮多的，差异蛮多的，因为它配置的方式都不大相同了。对，原本在比较低的部分，现在都移到比较高。对，然后这边也有一些喇叭的设计，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差异，一定会有差异。我感受是更好。对，而且它其实在一些反射，因为我们声音就是透过反射来传达的嘛，所以它这些反射的这些效果，通过专业的所谓的音响或者是喇叭的一个工程团队，对，来进行一个重新设计。对，它环绕的感觉的确比上一次更好。对不对？因为之前你的车也是 BOSS 的，对，也是 BOSS 喇叭，但是差异度还是有，还是有，对不对？对，还是有一些差异。在内装上面都已经看过差不多，等一下差不多要来进行实地的试乘体验。好，那等一下还是我先开一下好了。当然，好，让你好好试乘一下。OK， 你来当当乘客，然后之后让你来实际试乘看看，试驾看看，感受会不会不一样 ？OK， 我们终于要来到了动态试驾的部分了。我相信 Kim 应该非常期待。对对对，没关系，还是我先开车让你，先带你试乘一圈。好，来感受一下，整个行驶的路感方面。对，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想直觉的感受就是它这一次的车噪音改善非常多。对，因为以往我的经验是在，因为我开的时间比较长，是，那里程数也比较多，所以我都已经习惯那个车噪音的声量了。那刚进来唯一一个比较不习惯就是它比之前我的马自达要安静蛮多的。安静蛮多的。对对对对，这个差一点是我觉得最直接感受到的。没错没错，其实 Kimmy 讲的没有错，当然这次新世代的 Mazda 3呢，它在所谓的隔音工程上面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大的进化。所以它在整个车底板，然后甚至我们的脚踏垫上面呢，其实都有一个隔音材质的一个铺层，甚至连我们车顶棚也是有隔音材质的一个设计，所以它会让整个行驶的路感方面呢，那个噪音方面大大的减少，不管是轮胎的滚动噪音也好，车外的一些风切声的一些噪音也好，都大大的减少，所以提升的是我们车内驾驶成员的一个舒适感。对对，对不对？对，改善非常多，改善非常多，对不对？对对对，明显。在做的时候，其实你也有发现到，第一个是行驶的路感，你觉得安静非常多的。对对，没错没错。那其实你可以感受一下它整个悬吊的一个反应。新世代的 Mazda 3呢，它有在后悬吊的部分呢，有进行一些改变。是。那你觉得以你是一个
前车主的角度来看，是你觉得有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吗？这其实也坦白说，当初我在买前一个版本的马自达的时候，当下试乘我还问业务说，哎，你们这个是弹跳比较大，然后声音比较多，是因为新车吗？轮胎吗？是。那业务也很直接跟我说，没有，马自达就是轮胎的声音会比较大声，然后弹跳也会稍微比较硬一点。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很直白说，但是因为我喜欢它的外观，喜欢它的设计，所以我觉得 OK 没问题。那这一次也等于是我试驾的新车一样的意思。但是感受就差蛮多的。我如果当初试驾这一台，我如果那时候有这一台，我就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声音啊，跟它整个悬吊的舒适感差蛮多的，差蛮多的。对，因为我常常在家人，我自己开车习惯了，可是时间长了之后，我的父母亲或我的朋友，会跟我说，我后面的轮胎是不是要放软一点？感觉坐起来有点弹跳，有点大。但是我现在坐副驾啊，不然坐后面，我都感觉到，整个平稳度都提升也不少。提升不少，对不对？对，整个驾驶的舒适度，我觉得都很棒。对，虽然说这次的新时代的 Mazda 3，它在后悬吊的部分确实有进行一些改变，但是我们直接试乘下来，或者是不管是前车主的感受也好，对，或者是我们在直接试驾的感受，我们也觉得它就是让感觉就是你开的车可以更舒服，对，比上一世代来讲更舒服，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因为之前我还在思考说，像之前马自达还有 BOSS 音响，我是直接买到最顶的。对，但那时候想说没关系，反正最顶的音响去抵抗外面的噪音，我也无所谓，音乐开大声一点就好，大声一点。不过你看现在里面都没有音乐，光是这样开起来，我觉得这个安静度真的差很多，差很多。再加上它的悬吊系统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更有高级房车的质感了。高级房车的质感，绝对有，绝对有，绝对有，对不对？整个行路感的感受其实是很直接的，因为这体感是很直接的。对对对，好就是好，對啊、安静就是安静，吵就是吵，真的是，对不对？所以你说之前以你的车那个车内的隔音，就是胎噪部分也比较大声。对，都现在也都还是很明显，这也没办法改善嘛。对，那但是这一个版本就差很多。真的，新世代的车就是真的差很多。可是你没有讲到你之前你那轮胎开了8万公里啊，都没换。对啊，这个是也许是我是特例，但是原厂的胎。我8万了，我也才换一颗而已。我也才换一颗，只是因为要平衡的关系，所以才换两颗。不然，其实我现在的后轮还是当初原厂胎，还是当初我买车的那个轮胎都没换过。对，我只有前面轮胎有换而已。因为一般而言，可能5万6万就一定该换了，就一定要换了。对，因为我开了8万多，到这里来讲是该换了。对。但就连车厂的还有原厂也跟我说，其实还 OK， 测试起来胎纹、胎压都很好，所以不用换，然后就继续开。对。然后就开了8万。对，我怎么觉得好像计程车的问奖大哥好像都开了没你多了。你一年开了8万，问奖还是在市区跑短途，我是跑长途的。对，比较像那个大卡车司机。你真的太厉害了。对啊。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简短的试驾一下哈。对。然后等一下就要换那个 Kimi 来实际的帮我们整个就试驾一下。好，大概简短的试驾一下。好的。用你之前前车主角度，对，然后来换这一台新世代的 Mazda 3，你的感受应该是会非常强烈。而且这次呢，我们今天试驾的版本是 BOSS 旗舰版，它还有配备完善的一个主动的安全配备，比如说就像是 MRCT 这些，主动跟车，然后车道偏移警示这些等等，这些系统。等一下呢，我们也请 Kimi 在高速路段，甚至快速道路的路段呢，来帮我们体验一下。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咯，下次见咯，拜拜，拜拜。感受的话，我觉得来这边很特别，可以试驾到最新型的马自达的车型。那它不论是外观吸引我之外，那其实它里面的内装更是吸引我，尤其是刚刚在开车的时候我们讲到的一些改善的部分，我觉得那个是最能够打动我的一个调整跟改善。对，我觉得就是车噪跟弹跳。对，因为撇开外形这一次的进化不说，也包含它里面的内装各种精致度的提升，我觉得这些的确是我们驾驶者都会去碰触到的东西。可是其实开车最主要的操控感
跟它车的弹跳，包含噪音这些东西，它可以提升的比上一个版本好这么多，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会更喜欢马自达这样的车厂，代表它真的很替我们消费者来去做着想跟设计。对，因为坦白说，它的这个椅子的设计有在更下沉一些，当然反倒是包覆性更好。那整个仪表板跟它整个延伸的设计感，对我而言会感觉更开阔，因为它把我的视觉就设计在这个区域，那不会像之前的版本比较块状的，它这个整体的联动性我觉得是很完整的。超驾的感受应该说还是有一点点差异啦，那差异当然是往好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 OK 的。对，如果是以之前的版本来看，我还会觉得自己吃亏，应该买这个版本才对。那当然先买先享受啦，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这边直观想说，也许在网页上或者是电视上，它看起来的效果我觉得都没有现场来的震撼，还是要来现场试驾一次，就会知道这个差异性，这样的车架，这样的车型能够给这样子的设计感受、操作的感受，还有里面的精致度，这个是真的来实际看一次，会比那些图片给你的感受会更强烈。我很建议消费者自己来试乘看看。对。